舒博士怎么这么没人气？这里都没人，过年大家就经过。对啊，就他就在路边。为什么贝多芬也太可怜？这个蛮好看的，还有黑色。对啊，非常背光。他会讲中文。来，你的手机。
好，后面请啊。大家都喜欢。哎，它有这边。哦。哎。我们现在在捷克林。